林大师神功盖世，天下无敌。林大师神功盖世，天下无敌。我真的想低调，但实力不允许啊。都说真命天子会踩着祥云而来，而我的这位竟然是踏着雷劫来的。喂，我脸上贴着钞票吗？我看你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对不起，小女子失态了。你这个天劫因为我插手，只能算渡了一半。把人帮到底，我直接助你成为武尊境界吧。林前辈此话当真？我真的能到武尊境界吗？可以，但要用五色雷劫沐浴，可能有点痛，你要忍一下。我可以。沐浴有点疼，还要忍一下。怎么感觉林大师在开车啊？但我没有证据。准备好，这就开始了。我现在有证据，林大师就是在开车。采薇那是在修炼，谁在胡说八道，我不介意一剑送走。感觉体内的灵力在不断凝聚，要突破了。我真的成为武尊了。晚辈谢过林前辈大恩大德，今后前辈有令，我斗雀宫定当竭尽所能，万死不辞。哎，以我和小红鸾的交情，这算不得什么。起来吧，事已办完，我走了。前辈大恩大德，我斗雀宫需当，连离开都是这么潇洒，果然是仙人之姿，如此令人着迷。采薇，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脑子被雷劫劈伤了？这么快就解决了？小事而已。这么说，他渡劫成功了？没错，现在他是当之无愧的古武第一人了。第一人？不是还有你吗？不，严格来说，我不算人。怎么了？我说的哪里不对吗？坚持住，还差一点就能炼化黑炎火凤的躯壳，成为绝世魔兽了。我先说好了，这东西我们魔宗必须操纵头部。现在先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了，把心思放在炼化上吧。一旦出点闪失，我们都得折在这儿。老头，你那个弟子呢？叫过来让他也出点力啊。哼，那家伙功力浅得很，来了也派不上用场。练练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练，玩会游戏的不香吗？我去，三个 SSR 果然在坟头抽卡，法力无边啊。这是难道师父他们真的成功了？那就是黑炎火凤吗？师父，师父，恭喜你！师父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这黑炎火凤是我的。放屁！必须是我们魔宗的，成为我的奴隶吧！黑炎火凤。黑炎火凤。不是吧？连师父和少女都控制不住，怎么朝我飞过来了？切！白让老夫培养这小子几年，真是没用。死了正好，知道火凤秘密的人又少了一个。斗吧，等你们斗到精疲力尽，我再把那凤凰抢过来。我没事，我竟然没事！啊，不可能，他只是个炼体器啊！怎么可能扛得住火凤的黑暗之焰？怎么，我没死，你们好像不高兴啊？快说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好像我能掌控这只大鸟喽。黑炎火凤，听我号令！
什么？白瞎了老娘的一滴魔血！怎么会这样？大黑鸟，你一直在天上飞着太显眼了，到我身体里来吧。哇，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不可能啊，那可是传说中的人兽合一啊。难道这小子有一手史灵根？没想到事情发展成这样，想要得到火凤的力量只能从那小子身上着手了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。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。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